主演的，主演的眼眶外侧胀痛，非典在后面高速旋转了，叭叭叭，能量通过后脑勺叭叭叭叭叭传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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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左眼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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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递进来，这个是非典高速旋转的是个包，它在外宇宙的轨道上在运转，在运转的时候无意当中，从那个地球交叉到了，交叉到了以后把能量送到了，把能量卷到了地球上来了，无意当中把能量送进来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